It's pronounced Mei, not Mai. I'm from Beijing, China. I have 3 years experience as a financial analyst. I'm good with numbers. I was let go. Restructuring. I love work. I'm a good person. Really? I want to stay in New York. Who 为什么留在纽约呢？离开家人和朋友，为钱吗？为自由吗？还是命运呢？我觉得好像有什么吸引我来到这里，也许我的白马王子在这里吧。不管怎么样，至少我还有朋友。Hazel 是典型的现代都市女人，有钱、漂亮，还有个很帅的男朋友。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Hazel 就是个证明。俊在杂志社上班，直到上星期，他放弃了原来的工作，打算开始自己创业。Cindy 是美国长大的 Press conference at 2? 工作太忙了、okay. 所以没有一个男朋友能留得住 Oh, so you're breaking up with me? Okay hold on for a second 他是个月光族、Hello? 薪水全部花光、可是我都没有薪水可花账单账单还是账单喂妈你面试怎么样了那个要过两天才有结果呢意思就是很糟糕了喽回中国来算了美国又有什么好你以为路上都是金子妈你的签证要过期了吧我明天还有一个面试呢哦你还记得马恩的儿子吗看看他的照片他现在赚大钱了你个妈我现在有点事要出去一下我晚点打给你 OK 拜拜哎呀我说待在美国太容易了你就娶个美国人就可以了是假哦 oops你千万别听他的，一定不要依赖男人。哎，其实也不是哦。如果这个男的又有钱又帅，其实嫁了也无所谓啊。可是就算他是个高富帅，我也不能嫁给一个陌生人啊。哎，梅，你明天是不是还有一个面试啊？哦，对，最后一个了。如果还是不行呢？乐观点，一定没问题。可是你为什么辞掉工作呢？现在工作那么难找。因为我很乐观，而且我有商业计划。哦，是吗？拿出来看看现在还不行不过一定会做大的等着你啊哎你明天面试时就像你自己这样就可以了哎不对不对不对要像 Cindy 这样的啊我的英文要是像你那样就好了哎呀没问题你可以哎咱们来试一试试一下So why do you think we should give this job to youI love work and I'm a good person. 哎呀，梅，看来你明天确实需要一点运气。你就自信点就可以了。I'm a great person. Oh, okay. That's nice. Thank you for coming in. So, you call me? We'll let you know.Excuse me. Yeah. What?
What do you mean the entire system's crashed? What? Our programmers are on vacation, all of them?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Hawaii?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programming. What? Maybe I can help. You know about programming? All done. You are a great person. All right, you're hired. Hey, 我说啊，只有游客来这边，我们一定要站在这儿吗？又不耐烦了。哎，对了，你什么时候开始上班呢？明天。你看，我说没问题吧？是啊，我看接下来呀，就是得帮你找个男朋友了。哎，不帮我找男朋友，还找？是有了吗？啊，我们昨天分手了。又分手了。我说他也不适合你，真的。可是你们在一起才一个月吧？嫌我太忙。嗯。哎呦，那倒也是啊。我想，我应该好好回家陪陪我的丈夫。啊，不可能，才几点呀？那晚上才刚开始。哎，明天就是我们俩认识的2周年纪念日，我得给他个惊喜。Come on。哦。好啦。拜拜。拜拜。再见。我说啊。你怎么总是找错人呢？什么是错人啊 ？OK， 不负责任，愿意玩小混混，知道吗？别担心，只要黑泽不出问题，我们就都还有希望，好吧？Hey, oh my god. 你们在做什么？就 who's this woman? Watch out, crazy Chinese woman! 我杀了你！我可以解释。解释？难道没有看到你跟一个女人在我的床上吗？是没错。我是说，她只是个老朋友来玩，喝一两杯酒，不知道怎么发生的。我们没什么的。没什么？那我们之间也没什么了。别这样。我们已经两年了嘛。两年。跟你真是浪费时间。那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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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我明天来，我拿我的东西，我来拿我的夹克。好啊，你去垃圾桶里面去，去大道上去。别，是我爸给我的夹克。你爸，你早应该想到后果。敢跟一个女人在我的床上。What? It's my favorite jacket. Hi, Hazel. 出什么事了？没，找了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什么？不会吧？明天就是我们认识的2周年的纪念日了。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Hazel, 你什么都没做错。那你说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呢？因为他不是个好人。我觉得你说的也对，但是我还是放不下他。这就是所谓的爱情吗？但愿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吧。对不起，你看路啊。对不起，我第一天上班赶时间。是啊，你是哪家公司啊？Stern Macklin。
是啊，那太可惜了。可惜？为什么？啊，你放心，你自己会知道的。你告诉我啊。干嘛戴墨镜啊？ Party too much last night？不是我 Whatever， 你要迟到了。 Enjoy your new job while it lasts. Fine, I will. Good luck. 哎，你的笔记本。小姐你好，你是新来的吗？是啊。我该怎么称呼你？梅。我叫 Ben， 我在这里实习。哇，你戴墨镜真漂亮。Ben， 我现在有工作要做，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空间？哦，空间，可以。不够吗？Now. Is that any way to greet your boss? Sorry, I thought you were... Never mind. Mei, welcome to Stern and Magley. I'm very happy to have you here. Now, I'll need you to read through these guidelines on compliance and legal and disclosure. Oh, and also sexual harassment in the workplace. Sexual harassment? Yes, if somebody is trying to harass you, you can report them to HR. Oh, I see. Any questions? No, thank you for the opportunity. We're expecting big things from you. You really impressed our senior analyst with your programming. I will try my best. Wow, 你不戴墨镜看起来更漂亮。哦，你想要一起看吗？来一个电影约会。Ben， 对不起，请你离开。好，美小姐。别忘了关门。好，美小姐。现在。好好，知道了。关门。太受不了了，不知道上辈子欠了他什么债。你也相信上辈子了？我以为你不信呢。是有些事只有这样才解释得了啊，比如说我们公司那个对我穷追不舍的实习生。嘿，你说这个让我想起了高中，有个书呆子追了我好几年，一直到高中毕业时我才注意到这个人。然后呢？然后我就忘了他了呀。你怎么样啊？糟糕透了。哎，我说这个世界上啊，男人多得去了。哎，要不我们去吃点冰淇淋。哎，他可不需要这个，你把他喂胖了怎么办？没，连他都觉得我胖。哎，看来今天不用吃晚饭了。干嘛那么神经兮兮的？我才是应该注意体重的那一个。你今天晚上可以不用吃晚饭了。哎，我不减肥。
Hello, Andy. Hey, Jo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好久不见了。Welcome to my new home. Yeah, 现在看起来很乱。装修好以后很漂亮。这里是 SOHO， 一定很贵吧？ That's okay. 哎，你父母怎么样？还好吗？很多年了，生意怎么样？好 ，very good。很多人都要投资，忙得不得了。Sounds good. 来吧，咱们找地方坐一下，坐这儿吧。这很乱啊。啊，就这。哎，来来，别嫌弃啊，不好意思。All right, okay. Let's 言归正传。嗯哼。你到底为什么来找我？我想做一本杂志。杂志？嗯哼。哎，你不是在杂志社工作吗？跳槽了。Why？因为他们没有远见，不愿意投资一本中文版的杂志。中文版的杂志？嗯哼。嗯，要多少钱呢？10万。有计划书吗？嗯，有。哦，带来了啊。你怎么确信这个一定能赚钱呢？我知道客户要什么。你愿意帮我吗？那你能帮我什么呢？还你钱。No. 我要20%的利息，还有什么？50%的股份。狮子大开口，可能吗？那你找银行去借钱啊。安迪，我们认识多久了？哇，long time。但是你要是不还我钱怎么办？算我欠你的。这也行啊。这样吧，如果你不能100%的还我钱和利息的话，嗯哼，你就到我这来工作怎么样？如果我不愿意呢？哎，这是个多好的机会啊，我的公司，而且我需要一个像你这样有野心又能干的人呢。那我觉得不太可能。你对自己的主意有信心吗？当然。能赚钱吗？ Of course。 那还犹豫什么呢？啊，让我想想。 OK， 好好想想。好，那我走了。 See you。 嗨，那你好好想想啊。Whoa, sorry, sir. You can't enter here. I just want to get my stuff. One moment. There you go. John, 我是为你爸爸才把这副夹克留下的。Where's the rest of it? Hey, this stuff is great. That's mine. Give it back. Nah, find his keepers.我家现在正式宣告自由开放啦！从现在开始，让我们只为命中注定的那一个，要和我们结婚的那一个，爱我们到永远的那一个，干杯！为了没有那些疯狂的实习生们，干杯！或者是那些长不大的、不负责任的混混们，说得对，还有为了赚大钱。OK， 为了true love。So, what do you think? Well, I'm sorry, but I can't approve this loan. You know, frankly, the print business is in decline, and we simply can't take this kind of risk. But my business plan is solid. I'm sorry.你觉得你的主意怎么样？很好。能赚钱吗？ Of course。 那你还犹豫什么呢？那你好好想想啊。Hello, Andy?
know, I just need a little more time. No. It's fine. No, I am not firing anyone yet. Firing? Fire. Enjoy your new job. While it lasts.对不起，我就是想要把这个给你。哇，谢谢。那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哦，出去。知道了。哎，看到了。你需要我叫保安吗？哦，对不起，我忍不住，因为你太美丽了。你不可以老是这样。Whoa. I've got a big project for you to work on next week. You think you're ready? I'll do my best. That's my girl. Let me introduce you to our European specialist from London. Pleased to meet you, Mei. I've heard some really great things about you. Ni hen piao liang. Oh, 你会讲中文。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Me too.So you want to get back together again? Are you planning to marry me anytime soon? No? Ugh, forget you then! Anyways, sorry about that.